有一种初恋脸叫杨子，杨子火到韩国去了，登上韩国的热搜，其颜值爆盆，简直不要太惊艳。曾经居然有人说杨子颜值不高，这当然是由于个别人的审美观不一样。然而如今同样还是那个杨子，因其飘飘欲仙的颜值征服了韩国无数观众，并在韩网获得了碾压式的好评。中国四位女星在韩国广受好评，深受欢迎。这四位女星就是迪丽热巴、刘亦菲、杨子和赵丽颖。而杨子的美透出十足的仙气，已经普遍得到了韩国观众的肯定和认可。她不仅长得漂亮，而且演技也不错，人品更是没得说。杨子凭借着香蜜获得了一大批韩国网友的喜爱，并火遍韩国。特别是杨子的那张脸和那双会说话的眼睛，实在是太惹人喜爱了，让人看了的确有种回到初恋般的感觉。所以就有人总结这样的体会，有一种初恋脸叫杨子。